上不上天去，我得带上你接受。杨大哥，这量产电视方便？也是。刚才那个大叔过来找我说他的电视机有问题，我们上门去给他看一看。那咋这垃圾有？那得有啥就是。我怎么跟你说三不三不？哎，今年不在屋里。有人飞了。今年又在屋里嘞。今年怎么敢提班？还中了棉花？妈呀，还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喇叭，我看一下，喇叭这边应该是功放了，这两个喇叭都不响，应该不太可能是喇叭坏了吧？我插上信号测试，因为不插信号，它有可能功放会被它的系统关闭。懂了。啊，要是那什么，我过来火啊！哎，谢谢谢谢。要你套你怎么死人的？嗯，准备套我你火。为了保险，我们还是测一下这个喇叭吧，因为我上次也碰到过两个喇叭同时一起坏的情况，也是碰到过，我还是先测一下比较靠谱一点。你怎么好像是喇叭坏了一样？感觉喇叭好像真不响呀，我还换了。功放没问题，喇叭坏掉喽。哎，再换两个喇叭。人家不好搞嘞，你那怎么装的好几点？这两个线没断，里面线圈里面的线断掉了，应该是没有一样的喇叭，我就用这个小喇叭代替一下，两边都有，没问题，就这样搞吧。哎呀，还犹豫什么？再不追就要出大事了。这小喇叭声音其实挺大的。
把这个坏了，把里面那个拆掉，喇叭也刚好能卡得住。